学习心得报告，主题：学佛问题讨论一上。为了更好的继承既往，迎接未来，我们就必须了解佛法。自二零一五年冬至起。 协会便精选一些在法会和修行中的常见问题，与法会大众共同讨论，做出报告，以期各方普受法益。极乐世界，教学为先，三十系念。 教学为先，时时处处教学为先。当我们遵循教学为先的理念，三年来第一次在法会上讨论学佛问题后，八千信众与嘉宾迅速扭转了一些错误的知见。 开始自觉的遵守法会规矩，其变化之快令我们始料未及，再次证明了人是可以教的好的。受主办方之托，将该讨论报告稍作整理，敬禀恩师，以享大众。 古德云：“宁可身受地狱苦，不把佛法做人情。”上观乃下愚，唯有随机而应，率真而言。禅宗有‘臣解问’一说，指臣民本人见地，以参请大德指教。 故此报告非答话也，只作为陈解之问。问题一，有同修提出：曾经有人说过，见到老法师或一些大德可以帮自己消除业障。默学以前对此点有怀疑。 但最近看到一则有关教宗稳一稳头部、女婴脑内肿瘤奇迹缩小的新闻报道后，莫学便开始有点相信，并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信众千方百计要争取有利的坐席位置去接近老法师。答。 大家听了上面的问题，觉得新闻报道中的这个女婴，为什么被教宗吻过头部之后，她的肿瘤就会奇迹般的恢复呢？师父老人家常说，医生能医病，不能医命。女婴能够恢复。 说明他本身还有福报和寿命，死缘还没有到，也就是死亡的因缘还没有到。如果他命里福报或寿命已经尽了，任凭谁来亲吻他，给他能量，都不能扭转他的业力。我们三界众生。 因为没有升起出离三界的心，都只能随顺生死。什么是死缘？瑜且师地论里面将死缘分为三类：有受尽死、福尽死和未舍不平等死。第一种受尽死。 就是我们一般人常讲的寿终正寝。一般来说，由于前世的业力牵引，这一生的寿量是有一个定数的，甚至连我们一生呼吸的次数都是完全固定的。如果没有集聚使得寿量增减的因缘。 在我们固定的寿量用尽的时候，就会寿终正寝了，这就是所谓的寿尽死。第二种福尽死，指的是缺少衣物、饮食等等滋生之具而死。虽然它的寿命还有，但是福报消尽了，也会导致死亡。 譬如很典型的，我们现代人都是在每天铺张浪费，尽管是寿命还有这个福，它成倍的在递减。虽然寿命还有，年纪轻轻的，因为福报没有了，可能出现一场横祸，也会死亡。 这是从享福来说的，所以享福从另一方面来讲，就是在消福。这就是古德常常警告我们的：不可以挥霍，总要为将来留一些才好。第三种就是所谓的“未舍不平等死”。 寿量还有，但是它还有其他九种因缘会导致它的死亡，譬如食无度量，吃的太少，吃的太多了，这都是对身体有害的。吃的少了，身体就会羸弱；吃的多了，吸收不了。 可能就会因为饮食过度导致消化不良、积食而死。还有，譬如食所不宜，也就是吃了不适合你身体的、不适合这个时令的、不适合你现在得病、其他种种状况的这些食物，食物的属性。 和你的身体本身不相合，这都会造成你消化不良，这就会促成死因缘成熟。死因一旦成熟的话，无论是谁来救他，都不能够扭转他的业力。从上述简单的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众生受业力牵引，业是自己造作的，果报肯定是要自己承受，无有能代偿者。纯粹我们指望着参加法会。 或者参加其他的活动，能够拜见到德高望重的大修行者来消灾延寿，这是迷信的行为，不是在学佛。刻意去强调这一方面的感应，就会变成崇拜偶像，也就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与伤害。 即使是佛陀、耶稣、孔子等圣人，在他们的身边，也同样会出现叛徒，或者是生重病而死的弟子。即使他们是圣人，过去生中的冤亲债主和他们相见的时候，也会对他们产生很炽热的那种怨心。 所以，佛法是内明。佛陀教导我们要向内求，不能心外求法。一切的心外求法都属于外道，而不是佛法。包括指望着参见德高望重的大修行者，这都是心外在求法。一切我们要消归到自信。 净化自心，自转因果。所以儒家也常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要自求多福，不能够迷信。但是磁场它确实是存在的。德行良好的这些人，他的磁场的确让我们感到很舒服。 而德行很恶劣的这些人，他们的磁场会令我们感到难受，这是真实的现象。我们的心念如果能与慈悲相应，我们的善缘就会先成熟，慈悲的这种磁场作用力就会加持到我们。 我们的心念要是与贪嗔痴慢相应，恶缘就会先成熟，恶的境界就会伴随着我们。那么，是不是不来参加法会，见不到大修行人，这种慈悲的磁场就加持不到我们？不是的。 不在于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这个问题，西方的量子力学的实验可以帮我们解释。量子力学它证明了，尽管两个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瞬间发生的，但是两者的信息传递的速度是比光速还快的。这就说明。 虽然你不能亲见大修行者，但是当您的愿力和这位大修行者能够相应的时候，同样是悲悯法界一切有情这样的愿力，那么大修行者对你的加持力是比光速还快的。 瞬间就会超越一切的时间与空间，作用到你的身上，就如同量子力学实验中所捕捉到的那样。改造命运，全都在于本人的心境。所以六祖说：“密在汝边，都靠我们自己。” 国外的这个新闻当中，身患肿瘤的女婴，对她来说，身患肿瘤是恶缘成熟、恶报现前的现象；而见到教宗被亲吻后，肿瘤缩小，是善缘成熟、善报现前的这个现象，没有因为疾病而失去性命。 是由于女婴的死因缘还没有到。之所以对教宗的一吻有这么特殊的感应，这么殊胜的感应，这是女婴跟教宗本人有特殊的、别人所没有的善缘和法缘。 这一切都离不开女婴本人过去生和现世的一切的造作。我们可以用佛陀时代一则真实的故事来说明一下，大家就可以体会到了。闲于《闲愚姻缘经》中记载了一则故事：有一日，世尊入城去乞食。 一位婆罗门见到世尊衣衫褴褛，他就立刻回家取来了一块白布来供养佛。佛接受了他这块白布，对他授记说：“汝于百劫后将会作佛。”闻听此言，身边的长者居士都十分的诧异。 说：“为什么布施少许的白布就能够得到如此巨大的回报？”佛对大众说：“从前有一位大臣想要供养佛三个月，佛欣然应允了。可是这个国家的国国王也想供养佛，佛就告诉他。” 我已经先答应了你们的这位大臣了。国王就去跟大臣商量，说能不能让我先供养佛？我供养完了，你再来供养。大臣就给他提出了几个条件：首先，如果国王能够保全我的性命。 又能够使得佛陀常住此地，还能够把国家治理的安定祥和，我就答应你，就由您来供养佛。国王看到他这么有智慧，不但答应了这位大臣的要求，而且还同意我们两个轮流来供养佛，你一天，我一天。 于是大臣非常欢喜，就为佛制作了三衣，又为比丘们做了七条衣。世尊就告诉阿难说：“当时的这位大臣，就是制作三衣、七条衣的这个大臣，就是现在供养白布的这个婆罗门。所以，他是因为。” 生生世世都在种植这个福德，才能有今天我给他受记，说百劫以后做佛的这个果报。我们都是肉眼凡夫，看不到身患肿瘤的女婴她的过去生，但是听了刚才的这则故事，我们就知道。 女婴过去式和教宗的缘分，就如同布施白布的婆罗门和世尊的缘分一样，而且一定是生生世世广积福德。这一生遇到教宗的因缘，令善缘成熟，善报就现前，改造命运。 要从因上下手，如果没有积植深厚的福德，就妄想见到大修行者，立刻就能够消灾延寿，是绝无可能的。佛教是教人觉悟的教育，学佛要用智慧和理性，依照佛陀的教诲，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断恶修善，破迷开悟，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不能纯粹的陷入感情与迷信，尤其是末法时期，很多号称是佛菩萨再来的，自封为活佛的也很多。 还有一些搞神通的，这些人的种种骗术让信众眼花缭乱，而他们种种的名望又让信众即使有疑惑又不敢直接的质疑。近日，协会的一位组长就讲起了他近来由于身体和心智上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自己对如何坚定信心的体会也是非常深刻的。如果诸位曾经参加过我们的中原三十信念法会，就会记得协会的这位组长在中原法会之前，他做梦梦到自己的冤亲债主给自己托梦，说自己有什么样的过失。 希望他引起注意，包括请他写牌位。可是我们这位族长由于疏忽，恭敬心也不到，就忽略了两位冤亲债主在梦中的要求，最后就导致面部发生了偏瘫。 但好在佛菩萨给他留下了还能说话的这个能力，所以中原法会，即使是面部有了偏瘫，身体很多的不适，但是他可以能够很清楚的讲出话来，不影响讲话。但在中原法会结束之后。 就陷入一种什么状况呢？修学上来了考验，身体上来了考验。这个口眼的歪斜，并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恢复的，所以很多人就给他推荐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又推荐了各种很有名望的医师来要给他治疗。 包括身边的一些同修，也给他介绍说，最近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只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这个方法主张阿弥陀佛能把我们所有的业都给我们背了，你念这个绝对能够快速的成佛。 阿弥陀佛替你背了，你没有业了，那么你的病也就好了。所以他当时听到了这个之后，信心确实有一点动摇了，因为这个病一直都还没有好。但是后来又觉得不对劲儿，好像师傅老人家以前讲的不是这样。他倒还很有理智。 就去查找老人家以前在讲经中提到的，究竟念佛这个业是阿弥陀佛全替我们背了，还是有其他的什么状况？阿弥陀佛替我们背的是我们的旧业，新业我们不能够去再造。 这个号称只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的这种方法，它的意思是说，无论是旧业、新业，阿弥陀佛都替我们背了。换句话说，我现在念佛，杀人放火造的这些业，阿弥陀佛还会替我们背。这个是与佛经上讲的不相应的。 但是，人在生病的时候，就很容易有病乱投医。这个医不仅仅包括了医药，还包括了修行的方法。但是，我们修行人要知道，我们听经多年，靠什么来验证我们听明白了？靠什么来验证我们念佛？ 我们真的念明白了，靠的是真实考验的这种境界。温室里的花朵，在这个末法时期是不能够长久的。只有火莲花，经过真实的考验，你才能知道，当自己的身心已经没有任何的医药可以有效的。 快速的医治的时候，我能不能把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这是最大的一个考验。我们这位组长经过了前前后后的身体、心智、修行上的考验，他查找了老人家以前讲经的。 讲解，他坚定了，他知道人家推荐的不是正法，但是我们很多的同修就是因为境界一线前，并没有那么快的好，跟着别人就走了。以前也听人家讲过，说有十天快速成佛的大法，当然。 他也是让你念阿弥陀佛，可是十天就能成佛吗？那么快速吗？不吃不喝，把一切的饮食都放下，好像说我放下身心一切的世界，这样我就可以快速的报答师恩，报答佛恩，没有那么快。 我们还是要靠一步一步真实的去修。如果都能十天成佛的话，我们的师父老人家也不会用一生的时间都在讲经，劝大家对正法升起信心。所以，境界来了不要怕，还是要靠那一句阿弥陀佛。 而且我们是随缘消旧业。黄念祖老居士也有一个比喻，譬如考大学，五百分你可以考得上；修净土、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你自己要有两百分的基础；别的法门，你要五百分。 净土也不是说你零分就可以，所以自己还是要真实努力的去用功，尤其是在境界现前的时候，这时候人家要给你推荐，说有一位名人有什么什么样的神通，见到他摸摸顶就可以好起来，也不能够信。 一切要从心内求，这个外道并不一定仅仅指的是佛道以外的，所有向心外求法的都属于外道。这是问题一，我们简单报告到这里。问题二，师父上人常教导我们要礼让。 人家要的我们不要，人家不要的我们才要。对于一般财物，墨学都愿意布施出来让给他人；但是对于法会门票，乃至于做忏悔代表，外间一般称为功德主，便有点困惑，因为这个事情。 关系到能否超度到自己的祖先、自己的先人。我不来参加法会，护法神可能不让我的祖先进来。也听说过，如果能出来做忏悔代表，超度的力量会更大。如果这些都让给他人，会否超度不了祖先？那不是大不孝了吗？ 是否效益不能两全？答：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不仅仅是存在于我们这个法会里面，在所有的法会，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一桩事情，在这个世界上。 一切的事情我都可以让出去，唯独往生这件大事我当然不让。但是忏悔代表的位置让还是不让是不能够一概而论的，必须如理如法才可以。协会主办的法会，现在我们都称为叫忏悔代表。 而不敢轻易以功德主来自居。我们首先参加法会，也要有这种谦虚谨慎的态度，这个才合乎三十信念的理念。我们今天被选为做忏悔代表，这是因为什么？祖上有德。 我们的祖先就是因为常常能够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有过必改之，无过勤加勉。这样世世代代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种金玉良言作为祖训、家训传承发扬下来，汇集成为了深广的功德海。 滋育了世世代代的子孙，才使得我们能够有这样珍贵的机缘，作为忏悔代表参加信念法会。但是，我们首先要清楚，对于忏悔代表的选择和排序上是一定要有规矩的。简单举一个例子。 譬如第一天法会的第一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端。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主办方都格外的注意。因此，在人员的选择和排序上，要以谁为优先考虑呢？就是以你主办方的领导层。 为主要代表，这并不是说领导具有优先权，而是领导要首先发起大心，普代法界的一切众生忏悔这样一件严肃的事情上，领导必须来先带头，真诚、慈悲、平等、恭敬、认真的去参加信念法会。 才能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对于这个排序，第一天第一时就不能迁就。第一时要把领导放在前面，底下的组员和义工才能够效法。我上面的领导组长是以这样的心来做的，我也要像他一样，这是如法的。 再譬如，主办方一直以来有一些护法大德，他们确实德行兼备，也是常年护持团队的。这样的人可以请他们参加第一天的第一时。但是有一些刚刚结缘的护法，他可能一次性的财布施供养了很大的一笔财富。 譬如钱，或者是一栋房子，总之这个数目可观。但是我们对他不是十分的了解，因为大家没有多年在一起共事。虽然他一次性的布施了数额巨大的财产，但是能不能随便的就作为第一时的忏悔代表？不可以的。 你一定要多年观察的基础。第一天第一时是非常重要的，做不好了，你底下的组员义工再来做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譬如突然头痛、突然恶心，发生种种的状况，来不了，或者突然在拜忏的过程中出现状况。 都有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把最主要该起带头作用的人德行兼备的，常年观察到确实是如此的这样的大德放在第一时来做，所以主办方在这一方面要有很认真的、仔细的考量，不能随便来做的。 我们是不是做不了忏悔代表就超度不了我们的祖先？不是的，我们三十信念这个忏悔文当中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说“诚意方因诸佛现全身”，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场所有的信众。 更加要对忏悔代表来讲，你凭什么来做忏悔代表？凭什么普代法界一切众生来忏悔？凭什么可以超度到他们？你的心意要真诚，真诚到什么程度？用“殷殷重的”切的“殷”，“殷切”的“殷”来形容。 他表示：“你的诚意是十分诚恳、恳切，恳切就表示我非常的希望，我也非常的迫切，希望把你尽快的从三恶道当中解救出来。而且这个是非常深厚的，谁都动摇不了我救度一切众生的心。” 你当下做忏悔代表的时候，心念全部集中在要被我们救的这一些众生，这个愿信念在他们上面。但是我们口称佛号，你要信念在佛号上，救的是谁？你唯一想的就是所有法界当中一切受苦的众生。 你如果没有这个态度，你跪在这里做忏悔代表，你忏悔那个是假的，意都不成，心也不会正，身自然就不能修。你怎么能够帮助天下、帮助法界的这一切的众生？所以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这是做忏悔代表，以及在座的所有的信众，在做这三十的时候，要遵循的最主要的原则，就是这四个字：诚意方音诸佛现全身是应，诚意方因是感。你要有这个发心，诸佛现全身。 这个是从正报上，佛现全身表示的是什么？你有觉悟的心，佛真来了。这个佛是从哪里来的？你自心觉悟，自心现出来的佛。佛来了，被我们超度的这一切的亡灵，无论是我们的祖先。 还是我们的冤亲债主，他们蒙佛接引，能够往生极乐，也或者是见到佛光，他的垢灭善生，垢就是指的是他的业障，就会消除一部分，善根生起来了，有可能是去到人道，或者是天道。 真正因缘具足的，他真的跟佛去到极乐世界了。所以，全在我们这个心，不在于我今天是坐在位置上参与，还是作为忏悔代表，还是跪在两旁的穿义工服进来的义工，不在于你的身份，不在于你跪在哪里。 我们从整个场面上来看，中间的是忏悔代表，是从我们整个的团队当中选出来的，是代表我们这个法会的，我们全体的法会的参加者，你是代表整个的敬宗，代表整个娑婆世界的忏悔代表。 一样是忏悔代表，你要以这种心来做，诚意、方殷、殷切的、恳切的、深厚的救度众生的心。嗯、那么，你坐在座位上，你也是忏悔代表，不是根据自己的位置和谁给了你什么样的身份。 大家都是要来普遍的代替我们的冤亲等众，以及法界一切众生，以诚意来救度。仅仅是“诚”这一个字，真正达到了深厚恳切，你的悲心完全出来了，非救度他不可。这样，你的祖先也会得度。 为什么？因为他的子孙很慈悲、很孝顺，所以不在乎我是在场外还在继续当值，还是我坐在里面，不是从身份上来讲的。这个时候被我们超度的这些亡灵，他凭什么可以得度？有两个因缘。 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世子孙，我们的真诚心发出来了，他会被感动，他的业障会消除。消除就是我们有感，他有应。这是由于作为后世子孙，有人愿意来超度他，这种感应道交，他得度。 得度得救，有可能到三善道。刚才讲了，也有缘分成熟的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还有一种，我们在座是六七千位信众来参加，全世界这么多不相信佛法的。 没有给他祖先写牌位的众生，我们在此地普代法界一切众生，我们能不能够超度到那一些众生？能，但是我们能超度到他，首先我们愿意超度，是我们的感，他凭什么被我们超度？要他有应，也就是说。 尽管他在三恶道当中，他这个业罪已经受的差不多了，我们心里还想着他们，观想着他们，我要超度一切的罪苦众生。尽管他的子孙不孝顺，他的子孙不知道祭祖，不知道超度。 但是由我们这样一些人来代替他的子孙，来超度这一切的受苦的众生，他还是能够得到利益的。但是前提刚刚已经讲了，他的业已经消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他感应到我们在此地的这个磁场，他亦相应。 他就从恶道里面出来了，所以刚刚讲的两个因缘，有子孙超度的和没有子孙超度的，所以我们不管是坐在座位上，还是作为忏悔代表，我们都是法界一切众生的忏悔代表，只不过从表面上来看，从相上来看。 有人跪在中间，有人坐在座位上，但是作用是一样的。问题还问到：假如我今天不能够来参加法会，是不是护法神就不让我的祖先进来了？那刚刚的陈述也变相的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在此地要把心量扩大。 太多的人是想不到祭祖的，所以我们的心量愈扩大，进到我们这个磁场里面的冥界的众生就会愈多，你的功德也就愈大。所以不要再计较我今天是跪在那里，还是我作为第几十的忏悔代表，还是我坐的位置很靠后。 不能靠钱，这都不重要。你即使不能来到现场，你的真心发出来了，他们一样会感受到你加持的这个力量。你真心献钱了，佛现全身。他是因为谁得度的？因为你的真心献钱，佛献钱了。 从医报上来讲，我们说法界蒙熏这个界定真香，它是指的是医报法界蒙熏了，无论在哪个角落的众生，他都会得到这个界定真香的法意，就像极乐世界一样。你无论看到是鸟，听到鸟叫。 还是听到流水的声音，你都增益你的善根，他善根一增长了，这个就了不得了，他就能够从恶道出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个道理，而且作为忏悔代表，要知道，如果你的心不诚。 你背的这个因果就大了，得多少众生恨你？你今天跪在这里，你要代替一切法界众生，你跪在那里昏昏沉沉的，你也不知道这个原则，你的真诚心也没有，以后你还能不能有机缘来继续做忏悔代表，很难讲了。 看起来你是在做功德，搞不好都是在造了三恶道的业。而且，当我们的忏悔代表跪下来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的司仪一直在说“拜起”，我们整个全部都拜下去的时候，有没有护法神在监察？ 哪一个忏悔代表有发真诚心，有真的如法的来做，都有。为什么？我们想一想，跪在这里的是忏悔代表的肉身，可是它代表的是谁？你发的愿是代表我的历代祖先，在诸佛菩萨看来。 跪在这里的不是你的一个肉身，而是你的历代祖先。你发的愿是代表娑婆世界的众生，在佛菩萨的眼里，跪在场地中间的是娑婆世界的一切受苦的众生。如果此地有忏悔代表，或者是在座的信众。 发的愿，我真心待一切法界众生求哀忏悔，在诸佛菩萨的眼里，全法界，无论是哪个星球、哪个佛土上的最苦的众生，都会在我们这个道场里面。这一切都是在于你的用心。可是，假如…… 你在这个时候不恭敬护法神会怎么样？你的一切点点滴滴都记录在案，而且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说有护法神在？真正在场里的是这些最苦众生。只要我们真诚发心，所以不要看自己的肉身是什么样，你要观想。 是你和这些众生是一体的，是他们在这里听经闻法、听佛号。到最后，为什么《普贤行愿品》其中有倡导这个忏悔文？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接着又说了。 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这四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整个的忏悔达到高潮了。前面你都是在酝酿发心，给你前面这么长的时间，让你发出真诚心，让你去观想。 你所代表的这些众生，你和他是一体的，所以当这些最苦众生在这的时候，护法神都会在这里在看着的。世间也是一样，犯了罪的人，今天他出来，是不是要有看守都在跟着他？所以看似我们是在中间。 实际上是被超度的这些罪苦众生在，在护法神就会跟在他们身边监察着，所以这是非常严肃、非常庄严的一桩事情。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念到普贤行愿品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发出最真切的忏悔心。 那个时候，要再不发出来，因果也就要背负了。前面都是酝酿，给你机会。那么长的时间，唱种种的赞，唱佛号，去拜，都是让你能够体会到真诚心怎么能发出来。要知道他们受的苦，你才能发出来。 然后再说，我愿意烦恼无尽誓愿断。你怎么断？佛道无上誓愿成。我发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心，就是去做佛。我能做佛，我就是度尽一切众生的心。那么，什么是菩提心？就是求往生极乐世界的心。 所以，听完普贤行愿品这四句忏悔文，你要代法界一切众生发起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心，真信切愿。这样做的话，今天你做忏悔，你代替他们所做的就成功了；否则的话，你做的都是假的，都是虚假的。 你发愿，我代替谁谁谁，你没有成，你给人家了一个承诺，但是你失信了，你结的是什么缘？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精神溜号。佛菩萨非常慈悲，前面的时间都是给我们在酝酿，所以我们可以细心的去体会。 念到行愿品的时候，整个音乐的这个节奏都是在变快的，非常急速。这就好像是前面给你生成的这个信心，后面告诉你速速要求往生。我们的义工菩萨穿着我们的义工服，到念到行愿品这个忏悔文的时候。 通通进来，跪在两边，直接跪在地毯上。有人会说：“我进来的晚了，是不是没有用？”你进来的恰好，前面你没进来，不管你是在工作还是干什么，你都可以酝酿这种代替众生忏悔的心。你进来之后。 听到这个行愿品之后，就是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的心。你来的也不晚，恰恰是时候。所以听到这四句话，如果再不能发出这个心，就是太晚了。这个是讲忏悔代表。 所以，并不是说我今天不做忏悔代表就超度不了我的祖先，也不是说做了忏悔代表他的功德就大，都在于他的存心。如果他存心不好的话，他背的因果是非常之重的。所以发心要真诚的。 以上是根据协会提供的来自信众义工的问题而做出的简要书面报告。上启尊敬的师傅上人以及诸位法师大德辅正，阿弥陀佛。学生上官寇成。 上官同学的学习报告，我们听了，也仔细看了这份文字稿。同学们，疑问很多。 时时刻刻，我们都听到，都看到，信念佛、佛寺。三世积足，它的作用是幻想。 让我们不要忘记千万年的老祖宗，对千万年老祖宗都不不会忘记，你就不会忘记现前的父母、祖父，劝你尽孝道啊！孝道是真实功。 孝道能感应，诸佛菩萨能感应，农天八部能感应一切鬼神，他的精神、主意在此。 啊，谁发挥这个感应？完，有没有感应？感应有多大？完全是个诚意。你诚意有多大，感应就有多大。没有诚意就没有感应。啊，只是外表形象依规照做，那不是真的。 真的是在诚意，不在外表，不在形象。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难得上官同学为我们说明、说明白了，说清楚了啊！诚意。 要在平时修养，啊，不是在短短的这三天法会上，啊，要在平日，决定不能够疏忽，疏忽了，我们就不是在学佛了。 不是在学佛，那在干什么？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李老师给我们大家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他在林游聚集在一块的时候也常提起，他说。 不是真学佛了，拿着佛法消遣的，在家没事情干干，哎，到道场去念几句佛，他是去消遣的，去消磨时间的，啊，没有一点诚意，这种人占大多数、嗯，不是少数。 啊，为什么这个诚意发不出来？生死心不起啊，总认为这个世界是真的，他的寿命还很长，哎、啊，他的福报还很大，是这么一个误会呀。 印光大师是佛菩萨再来，不是凡夫啊！他在是一生给我们表演的，那叫表法。做一个出家佛弟子的榜样，表现的好。 啊，这是一个对同宗同教的啊出家的榜样。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了一个不认识字、没有念学过经教的一个好朋友，两个都有。 无比殊胜的成就，成就的层次没有高低，都达到了顶点,点，法身菩萨了。他们凭什么？这一篇文字看到，你要觉悟到。 就凭一个诚，真诚，做佛菩萨，真诚到基础，就成佛成菩萨了。做人做到真诚，也做到基础，就成圣人，就成仙人。圣人是佛，贤人是菩萨。 没有两样啊！啊，真诚到基础，我自己的真诚心，是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定成。 证据，你决定成佛，这是大事。从哪里做起？从日常生活当中用真诚心。真诚到极处，那是什么呀？就是老实念佛。老实念佛就是真诚到极处。 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心里头干干净净，纯粹就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也没有。万缘方向，啊，这最真诚的心，声声佛号都跟阿弥陀佛。 感应到就。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一生圆满成就。经要不要听了？经要不要读了？你果然真诚到极处，统统不要。 为什么一句佛号是大圆满？这一句佛号里头藏着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境界。一句佛号念完了啊，日本人他们修行简单。 天台宗的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念这个经题，全经都在里头。一部《法华经》，圆圆满满就都念到了，妙啊！但是更妙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句，不但世尊四十九年讲的一切经，设法三十。 一切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经教，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是,是总题目。全年到了，一部经没有漏掉，一句没有漏掉，乃至于一个字也没漏掉。 你选择哪一种？啊，日本人要比起海贤老和尚差远了，他才一步行啊。海海贤老和尚念的是全部大藏经啊，啊，再延伸出去，那就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真正不可思议，感应不可思议。要用真诚心去求，你就求得了。啊，真诚心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不加杂。 不间断，不怀疑，就圆满去做了。我们今天，特别是年岁大的人，一般讲六十岁是老人了，花家老人，花家六十岁了。那六十岁以后的老人，要外边放下，一心。 安念阿弥陀佛，这个人是世界最大福报的人，真念佛最大的福报啊！他的成就不可思议，包括限量，这个小道场。 同学不多，但是意见很多。啊，为什么意见很多？虽然天天听经，没听懂啊，听懂了，意见就没有了。啊，用这个来考验自己，我有没有真懂？真懂没有意见，一切非常如法。啊。 还不如法，还有很多意见，还有很多妄想，还有甚至还有烦恼、习气，都是离，事实真相没搞清楚，没搞明白，才产生这些副作用。我们再看上观的下篇。 学习心得报告，主题：学佛问题讨论一下。下问题三：乙未年中原法会协会领导指示要流通有三本书。第一本书是“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来参加过中原法会的和之前冬至法会的大众，可能都有结缘过这本书，还有《静修结要报恩坛》，包括中原法会，我们有流通过杨仁山老居士的佛教初学课本。 十宗略说等等，这个书籍和光碟，其中有一些是师父上人指示流通的，可是有一些信众因为法宝太多了，太重了，不方便携带，就退回了，很多义工就起了烦恼。 就是想请问，在法宝这个问题上，究竟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法宝的流通和方便信众的礼请？答：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桩事情，就是大概是在去年。 师傅老人家在澳洲的时候，接受澳洲当地的一家中文台的采访。整个采访准备提出的问题已经全部都提完了。这个提问者，也就是主持人，他意犹未尽，但是他也比较放松了，他就问了老人家。 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他说：“师父上人，您平常有什么样的喜好和生活习惯？”他可能想的就是，譬如说，有些人喜欢散步，有些人喜欢打太极，类似于这种。可是我们的师父上人。 回答的是非常的智慧，老人家幽默的笑一笑，对他说：“我的爱好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当时我们听到，真的就是拍案叫绝，因为如果从别人的嘴里面说出来，不一定是真的。 那可能仅仅是表面上的冠冕堂皇的话。师傅老人家确实是做到了，尤其是随喜功德这个四个字非常的重要。我们大众觉得法宝太沉，不方便携带，可是你不知道，这些法宝当中。 含了什么样殊胜的意义在里面？你不懂得随喜功德，你白白的错过了这么好的、这样的捷径来积累功德的机会，太可惜了。说佛法妙，不可思议，妙在哪里？随喜功德。 就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妙用，随喜功德的利益在哪里？我们说，愚痴的人和智慧的人，他在看待问题上、处理问题上的方法和看法都是不同的。愚者，他只知道自己做善事。 由于他缺乏仁爱之心，他也不懂得去教别人如何做善事，他更不愿意随喜别人的功德。何况最后他还能去赞叹别人吗？不能随喜，他就更加不会去赞叹别人这样的功德。可是。 有智慧的人，他是怎么做的？他不但自己行善，他还教别人行善，自行化他，而且他又能够随喜别人一毫一厘的这种善，哪怕是小善。为什么？随喜功德可以铲除我们的嫉妒之心。 而且有智慧的人，他会赞叹善法，将别人修学修行的功德，能够积累到他自己的内心当中。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好人好事，可是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我们这一生当中。 能把好事都做尽吗？好人全都遇到吗？一一的去认识吗？根本不可能。那靠什么样的方法，我们能够积累功德？因为你有功德了，平常你说我想回向给我的祖先，你要靠随喜功德。 你才可以能够有资本去回向。为什么我随喜他的功德，我就能得到？这个原理就是众生一体，万法同源。他的功德自然就流入到我的自心了，因为他的心就是我的心。 我的心还是佛的心，佛的心还是弥陀的愿海，它都是一不是二。而且我们上述提到的这些法宝，我们这些书籍的编辑者，他们之所以能编辑成这些书，每一本书都有编者，譬如。 我们的《静修结要报恩坛，有我们的听答者、校对者、印刷者等等，所有的编辑的这些人员，为什么他们能有机缘来编这部书？大家有想过吗？他能够积累编辑这样书圣的法宝的这样的功德。 因为他过去生，他就随喜赞叹其他的编书人的这种功德，所以他才能有机缘。今生他的因缘成熟了，他也能够编写这么好的书籍，这样的法宝来跟大众来流通，所以。 如果没有当日随喜赞叹的心，他就没有今天能够圆满成就这些法宝的心。我们讲说，在座的来自五湖四海的所有的同修们，之所以能够有殊胜的因缘来参加法会，也是由于。 你们诸位过去生中都常常随喜一切的法会的功德主，随喜他们的功德。今天为什么全球这么多的同修，别人来不了，您能来？因为你过去生中就常常随喜赞叹法会的庄严。 和佛法不可思议的功德，今天才能够做到这里。我们说，地狱有两种主要的业因，一个是嗔恨，一个是嫉妒。嫉妒，每个人都有，很多时候。 它是隐藏在自己的八十心田当中的，不容易被发现的。怎么样铲除它？就是靠随喜功德。否则，我们每天造了地狱的因，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消，随喜功德就可以消。所以。 师父老人家是非常有智慧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而且我们知道，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一切圣众，他都是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的。普贤十愿里面，其中第五。 就是随喜功德。假如我们今天得到了法宝，不随喜这种功德，也不愿意带回去，只是因为世俗的一些小小的因由，就拒绝带这个法宝，拒绝将这个法宝由您的手中再流通回去的话，您。 真的跟随喜功德这四个字是不相应的，不能随喜功德，能往生极乐世界吗？就比较难了。因为往生极乐世界的圣众全都是随喜功德的。我们讲辛辛苦苦参加一次法会。 是很不容易的。这些法宝，我们协会都不是随便准备来的，都是师傅老人家指示我们要流通的。老人家是随便指示哪一本要流通吗？不是的，那一定是与当今世界。 有很重要的这种因缘，能救度这个社会上的人。无论是播经机也好，是书本也好，譬如我们的静修结要报恩坛，师傅老人家就把它定为静宗三宝。在师傅老人家。 参加法国的活动当中的时候，还曾经在当地开示过，说三宝其中第一本就是《无量寿经》，第二是《报恩坛》，第三就是海贤老和尚的《永思集》。如果三选一，你说？ 我没有时间，一定要三选一。老人家说，选报恩坛，因为你学了这个，你一定会对极乐世界升起信心的，会对我们这个法门升起信心的。它是真正极乐方舟，你不乘坐它。 多么可惜！而且上一次法会流通的杨仁山老居士的，我们简称为《佛教三字经》，也是蒙师傅老人家的嘱托，我们才来流通的。整个佛教怎么一脉传承到我们这片国土的？ 那里面都用简单的语言、优美的文字都表现出来了。这个以前在大陆已经成为绝本了，很多年没有再印制出来了。很多人觉得这本书很生疏，可是生疏不要紧，你没有时间看，可以带回去。 流通给其他的人和其他的人来结缘，这就叫做随喜功德。我们这一次法会，我们也有义工很善巧方便的来试一试。他说，很多我们的信众对待法宝有一种跟风的态度，是什么样呢？ 譬如说，看到别人请回来了一些法宝，说这个好像没什么用，又送回去了，他也跟着送回去了。有一次，我们的义工在路上碰到两位信众，好像看着又要把法宝送回去的样子，义工就跟他介绍说这个法宝。 是如何如何的有意义？信中一看，好像也是。你说的对，他又给放回座位去了。所以大家要有坚定的信心。我们不敢随便推荐法宝。你要是能随喜功德，带回去结缘给其他人。 师父老人家的功德智慧，你得到了；所有编书者的功德，你得到了；所有法会来帮助流通这个法宝的义工的这个功德，你得到了。你看看，你仅仅是一个行为，就有如此殊胜之功德。这个法宝的袋子。 印制的非常的精美，上面是老人家亲自写的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上官曾亲眼看过老人家写这个字，写过很多很多遍。为什么？那么大的年纪，书法已经是很好的一个境界。 为什么还始终写这一句话？午后还要起修，这是老人家在给我们示现一种恭敬心。所以，我们今天有机缘来到这个法会，能够结缘这些法宝，说实话是非常之珍贵的。假如我们知道。 书中每一个标点符号，我们的编者甚至都要揣摩去校对几个晚上。你会不会升起一种很珍贵的心？他们的辛苦，他们的功德，你随喜了，你带回去了，你全得到了。人家费了半天。 你只要一随喜，你得到了。其实这不就是妙用吗？这就是捷径。问题四：某次法会的一个清晨，有一位义工看到一些信众早上四五点冒着天寒地冻。 便到会场外排队。那位义工当时看到，就发起慈悲心，拿了一笔钱来到大会，请求我们的义工早点到场，以便尽快开门，安排信众入场。若因此而引致大会。 需付出额外的租场或空调费用，他非常愿意做出供养。请问以上的安排是否能利益到来参加法会的信众？答：学佛是要以般若为导，也就是先要有智慧。 你才能解脱，才能正法身。没有智慧而乱行慈悲，不但不是帮助人，还和他们一起造业。作为义工，也运用智慧、理智来处理一切有关信众的问题。从信众的角度而言。 我们学佛首先要礼敬诸佛。我们的义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每天晚上大家离场了之后，其实只有少部分的义工住在酒店，大部分是要回家的。回到家里，有的时候是夜里两点以后了，早晨四点。 有多少位义工能够过来，来护持排在门外的信众？我们今天来到此地参加这个法会，要不要守香港本地的法律法规和这个展览馆的规矩？我们维持秩序的本地的这些工作人员。 大概是因为跟我们很熟，不好意思讲出来。可是大部分的信众代表的是我们大陆来的团队和人员。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给他们造成了什么的印象？我们说毁谤佛法是要堕地狱的，毁谤佛法。 为什么会堕地狱？因为你让别人对佛法生不起信心来。假如一个正要信佛的人，刚刚开始接触佛法的人，看到我们佛教团体是这个样子，不能够很好的守规矩，他会不会愿意接触佛法？ 他就会打退堂鼓了。我们变相的是造了地狱业，所以早来坐到好的位置，你就一定有功德吗？首先从礼让上，你损了你的福。我们刚刚讲到功德的时候，我们是从真诚心来讲的。 假如你又不能发起大愿，代替法界众生，甚至不愿代替娑婆世界的这一些有缘众生，心量那么小，又不真诚，不够深厚，刚刚还损了福德，又不会随喜，那么没有真诚心，又没有功德，你抢到前面好座位。 又有什么用？坐在后面的人，我们说，我们尽量的礼让，把好的座位让给年纪大的一些我们的老同修们，年纪大的老菩萨们。这样做对年轻人来讲是对的。我们要先礼让。再者，早上四点钟。 就开始聚集在门外，让义工们也跟着耗费时间和体力，造成的结果就是只能在一个浅层次内冲撞着、损耗着，境界也就低了。大冷的天，其实我们非常的心疼这些排在门口的信众。 那么冷的时候，耗费了您的心力、时间跟精力，可能会导致你真正到三十细念的时候，你的精力就没有那么旺盛了，体力会下降了。您要集中起来来用才行，只有把它集中起来。 牵牛要牵牛鼻子，工作要做到点子上。你所有的力量用来在三时信念、真正法会开始以后的听课、超度上面，这是集中力量，而且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你一个人可能信心没有那么强。 愿力没有那么大，要靠整个的我们几千位法会的参与者，大家共同拧成一股绳，才能兑现我们对于法界一切众生的承诺。能不能够超度到众生，不在于自己的座位在前在后，在于自己的发心。 上了年纪的同修们提到红旗渠的修建，没有不知道的。我们用这件事情经历的艰难险阻，来比喻我们三十系念法会超见众生的难度，大家就容易体会。当时。 修建它是非常不容易的，十年的时间，没有任何大型机械设备，完全靠人力和锤子。当时的钢材是很不好的，好钢材都做了锤子、凿子的这个头上面。 凿字头后面是普通钢材，这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我们宝贵的东西，要把它用在最值得的事情上。红旗渠是人工修建的灌渠，位于河南省林州市。林州市处于。 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历史上严重干旱缺水。为了改变因缺水造成的穷困，临县人民从一九六零年二月开始修建红旗渠，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 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历时近十年，于一九六九年七月竣工，耗时近十年。红旗渠的开凿举世闻名，被中外人士称誉为。 太行山上的人工天河，已故的周总理当年曾十分自豪地向国际友人介绍：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临县的红旗渠。在修建红旗渠过程中， 临县人民靠着一锤、一千，一双手，削平了一千二百五十座山头，架起了一百五十七座渡槽，打通了二百一十一条隧道。如果把干渠、支渠、斗渠、农渠， 毛渠的工程量加在一起，相当于修建了一道从哈尔滨至广州、高三米、宽两米的万里长城。一九七四年，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时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纪录片《红旗渠》。 我们超度一切法界众生，这个难度要比修建红旗渠不知道难多少倍，无量倍，无法计算。红旗渠尚且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集中力量，我们要不要把精力、心力、体力？ 毅力、愿力，所有的力，用在真正的三十信念正式开始的时间上呢？要三十信念法会非同儿戏。从发出通知、预告、名扬两界，我们将要举办法会时算起，我们就是给了。 无量无边冥界众生，一个郑重的承诺。话既然都已经说出去了，就要真正做一些对他们有利的事情。我们必须集中力量，众志成城，才能成就普救众生的大愿。我们人力、财力、物力，一切力量。 都要用当其时，用当其位，才能发挥最大效应。所有与宝贵有关的事物，都会在盲目中失去意义，而盲目正是最值得警惕的东西，因为任何一点点的浮躁或迷失。 都可以导致盲目，而要想不盲目，则需要坚定与清醒。希望大家都普遍的发起大的愿心，待法界一切众生求哀忏悔，圆满功德，同生净土，同圆种智。 以上是根据协会提供的来自信众、义工的问题而做出的简要书面报告。上启尊敬的师父上人，以及诸位法师、大德辅正阿弥陀佛。学生上官寇成。 上官的下篇也解答了两个问题。那么讲到随喜功德，普贤菩萨教给我。 那普贤菩萨是化身菩萨，跟一般菩萨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在心量大，确确实实心包太虚，量周杀劫。 那么一般人，既然华严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换一句话说，我们本来跟普贤菩萨没有两样，现在两样了，不一样 啊，问题是，我们迷了，迷得太离谱了，完全不了解这个宇宙、万法跟我们什么关系，完全忘掉了。 啊，连庄子都知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能说得出这个话是谁呀？是佛陀，不是菩萨，菩萨说不出来。 明心见性的人，才能说出来。啊，慧能大师见性，所以他说出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自己的真心，是自己的本性。自己的真心本性是整个宇宙的本体。 整个宇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一体，一个自信，一个真心啊！上面跟诸佛菩萨一体，下面跟十法界众生一体。这个众生还包括植物，包括矿物。 包括微生物，包括细菌，啊！离开自前，无有一法可得，全是自信见的。确实，就好像做梦一样，梦中所有的境界，醒来之后，我们有没有去想一想？ 这个梦境从哪来的？什么原因来的？他到哪里去了？人生是梦境的，《金刚经》上的比喻是正确的，不是假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主要的就是梦。 后面三个是衬托的啊！既然都是自信变的，那么自信在哪里？万法就是自信，明心见性的人，你问他自信在哪？他随便捏一个笔下一下。啊，真正明白人懂得。 迷惑颠倒的人不懂得，不知道什么意思。坚信，问题就解决了。啊，他只是说说众生一体，万法同源。 你就真正能做到随喜功德啊！随喜神，恒顺众生啊！世上随喜，心上无助。《金刚经》上最重要的一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身心就是随缘，虽然随缘，没有一法放在心上，这就是无助；放在心上就有助了，不放在心上无助。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我们常常说地球村，说一家人，这已经说得很远了。实际上，实际上一体。 身上的细胞没有离开身体，真的是一体啊！这个液体不是真的假的？为什么？真的那要常住，没有生命了。我们的细胞有生命。身上细胞很多。 不同的细胞寿命不一样，有很多细胞只有几个小时，它就消失了，旧的死了，新的生了，新陈代谢。啊，寿命最长的也不过两三年了。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人的身体周期是七年，七年。 整个身体细胞全换了，那我们要问：既然全换了，常常在换零件，为什么不换新的？要换老旧的？那你人一年比一年衰老啊！这换成换了老旧的，未换成新的。既然换嘛，应该都换新的。 换新的不就长生不老了？能不能做到？难。为什么？佛说的一切法从心相生。啊，行善所换的全是善的；心清净所换的全是清净啊，心里生烦恼。 有忧虑，有牵挂，有贪嗔痴慢疑，那就换成坏的了，换成一些老旧的了，啊，所换的都不如消失掉的，这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佛法的高明，把这些事实真相。 跟我们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啊，现代的量子力学家拼命在这里寻找，希望发现。他虽然发现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佛法能解决，佛法能得真实受用，就是一念之差了。一念去问题解决了；一念迷，麻烦又来了。啊，我们学佛有没有觉悟？有。有时候你又发现。 可是，多半的时间你还是烦恼。你对一点小悟，悟的时间短，悟的面不够深，敌不过烦恼习气，还要搞六道轮回。真正通达明了了，这解除。 大道至简，阿弥陀佛四个字，比六个字还简单呢。是没人相信。不但世间人不相信，佛菩萨也不相信。啊，多少。 佛菩萨，这个佛是设法界的佛，没有破无名啊，破了无名，他明白了，才真正觉悟，真正见心。啊，见心之后。 一直到究竟圆满，证得妙觉国位，这一段的时间统统随缘。啊，随缘是身心，身心不住，不住身心，身心跟不住同时，没有先后。 深陷时候就是无助的时候，无助的时候就是深陷的时候，这是明心见性的人，他们所修的啊，神仙神，大慈悲心，设方世界，苦难众生。 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恒顺众生啊，应该跟他们讲的什么经，他就讲什么经，不是随自己的意思，不是自己来安排过程，完全应计施教，这叫恒顺众生。虽恒顺众生，说而无数。 坐而无所坐跟无所是画等号。正坐的时候就是无所无所的时候正在做的时候，跟自信相应的、啊、自信无处。什么都没有。 清净，一片光明。净宗称之为长寂光，长寂光就是无助可是他现行，现行就生心，他现现整个宇宙。 啊，宇宙语言太现形，虽现行它是无主，痕迹都不着。我们今天用比喻，这个电视的比喻很接近，容易叫你去。悟。电视里面什么都没有，是无主，它能现一切相，是神仙。啊，神仙。 不爱无助，无助不爱圣贤，圣贤中要如何在一起？我们从这里慢慢去体会，啊，看着也去体会。事实真相，这是个缩小的事实真相。啊，懂得这个，那就是。 过觉悟者的生活，不迷了。觉悟就是菩萨，就是佛。佛教的我们三规、五戒、三学。 六度，啊，六侯，普贤十愿，这是什么？这是恒顺众生。啊，无助呢，痕迹都找不到，得大自在。 真正发现。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